個成果好簡單嘅，因為我哋聽日會同林鄭月娥司長解釋，咁多人出咗嚟代表咩嘢？我哋希望政府可以做啲乜嘢嘢？呢個係市民嘅聲音，我相信政府係會聽嘅。至於嗰個結果係點樣，咁大家相信啦。香港以前最差嗰次被佔領都係3年零8個月嘅啫，咁係咪我哋要3年零9個月或者3年零7個月，我哋先至冇咗呢個佔領行動呢？我相信香港人係未必有咁嘅耐性等咁耐，咁千祈佔領嘅人士唔好再去認為佢哋可以咁樣挑戰香港人嘅耐性啦。